今天女士飞行团送你上床了。我看宇恒以后在公司那是前途无量。哎呀，学长多，你也随手好。是啊，学姐。机长，你手边有位男乘客晕倒，轻重呼吸都有，但病情不详，机上没有医生。尽快到达新加坡，保障患者尽早就医。机长，人命关天，还是备降吧。你干什么？你又要自作主张不听机长命令，继续飞新加坡？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中天娱乐台《向风而行》。